奇怪，你要帮他充电，爱敲门，好可爱哟、哦！你起码你打一打，而且都够嘴啊！安尼敢无够嘴呀？阿桑，阿桑。到嘴巴。你敢有够水？是毋是足够水诶？祝大家万圣节、西西洋鬼节快乐！你密码啥？八二八三。你敢有够水？我是包租。大家晚安，大家好。大家有无看昨昏的直播？应该是有，不过看到后来就无看吼，因为实在是网络足歹，网络实在是袂使。不过昨昏足好笑的，我感觉足可惜的。昨昏是所有的工作人员拢讲足好笑的。实在是足可惜的。一开始的开场牌，一开始是啥？想你，一秒一秒约好，啥物啊？好言娱乐出品，环球唱片发行，差不多是安尼。好言娱乐出品，环球，恁知这是啥？这是阮公司，互啥物啊？互就是阮公司的新闻的稿啦，就是互媒体的新闻稿。啊，原本就即个就叫我，就阮的经纪人叫阮看，就是等下直播的人讲。啊，就讲啊，阮就直接念出来就好啊。小歌手，而且阮足爱押韵的呢，就是每一句拢爱押韵，大家敢知？无每一句啊，毋过我较本来就感觉念出来实在是足好笑的，就是虽然安尼讲感觉怪怪，毋过就是讲出来就足好笑，毋知为啥物。这是我台语台做型，这是我台语台就写做安尼好无？安尼敢有台语的感觉？好黑哦。啥物好黑？敢有台语的感觉？应该是有吧。感谢开心的拍婆啊，甲阿公的拍婆啊，是毋是够水的？感谢咯。这是真的啊，就是我拄仔就去剪头毛啊，我就讲伊敢袂当甲我 QQ 的。你就讲哦，会使啊，而且我阁有小可，这啥物？这啥物是水啊？我嘛毋知，咖啡色啊。你较够水吧？是毋是？昨昏真正是足好笑，恁无看着真是吼，可惜。尤其是甲麻油的迄段，迄段就是啊，打电话互伊讲，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哈，然后我就挂伊电话，我直接挂哦。我讲，真是太神咯，大家。嘿。唔，这个回放会当看吧？我有看回放，迄段有呢。我看回放有呢。大家有可以看回放，是毋是无？大家若是有兴趣的话，是会使看哦，因为。回放其实是声音是顺的啦，差不多是顺的啦。
应该啦。我爱甲我电脑关掉啊，伊要无电了。再会喽，再会喽，电脑，拜拜。原来只是游戏，哎呀，拍摄这就是输的人爱拍电话，卡电话。啊，就讲为虾米是输的人爱对我讲我爱你？太色咯。小看起，会使看吧？大家敢有去看？应该是有吧，我相信大概是有啦。应该是会使啦。新娘，我今天是新娘，应该不是吧？我是阿桑啊，我是阿桑，大家，包租婆，我是，这有 Q 吧，有 QQ 的啊。高追，我是一届阿姊啦，阿桑，我是一届阿桑。哎，啥物意思？你感觉是不是有小可中二的感觉？安尼，敢若漫画人物拢会安尼。林月，大家好，我是林月学长。林月模仿林月学长，呜、学长，为什么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不看我的直播，为什么？差不多是这个概念。感谢开水红玫瑰，林月不是林月学长，大家我的八手花有开播，即马第九播，搁有票会当卖，请大家当多多支持，好无？感谢大家啦，拜托，大家。握手会，买，拜托，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好无？啊，你啊想讲，就卖完啊，就唔免搁宣传啊，所以我就无特别去记讲，我搁有第六部，就是安尼。我哦，是讲迄个吧，我昨下直播就开啊。哎呀，万一不会感谢大家，真正是感谢大家。Oh my god， 为什么老亲在这儿？雨晴，hello， 是毋是要做水啊呢？我感觉阮群组的头贴搁要换，足恐怖的哦。夭寿哦，即摆应该是爱去煮。伫遮你生一块肉吧，奈伫遮嘞，就是嘿，大家若是有听过的话，就是恁就有可能会当去啥物庆功记者会，二十位尔呢，实在是就即个就嘿、较少啦，会当大家爱珍惜，好无？你要许我雨晴，爱你哦。安尼去爱出会哦，爱要许我，大家敢有人想要？我感觉是无人想要安尼爱出啦，我是感觉是安尼啦。太悲伤了，少。哎，是安尼讲无唔对呢。
我的代志，而且是就是，哎、欸，什么时阵啊？拜几啊？拜三？拜几？差不多了。感谢，派来 Papu Cat， 感谢小猪猪里哟。感谢。啊，就是讲咧，就是十七号拄啊好，是我生日的头诶诶，前一天，一天静静，前一天怎么讲？静静一天 ，Yeah， 静静一天。所以讲咧，大家当来看，先说无啊，无先说，就是唔过，迄天我足无闲的哦，就是迄天我就是啥物啊？我就是去记者会，记者会，了后我就会转来宿舍，啊，我就会开直播，就是差不多是暗时11点的时阵，我就会开直播，就是阮就会开到啥物时阵？18号的12点半，差不多是12点半，啊，大家就会当来祝我生日快乐吼！我就是挑工要开的。开伫个即个时间，我就是一个生日快乐乞丐，我是生日快乐乞丐，就是安尼。是，欸，这是我头一摆开遐尼啊晚嘞。嘿，就是大家爱讲王一佳生日快乐，就是安尼，就是我会请大家录音啦，就是录一个王一佳生日快乐安尼。金马歌是高圆觉生日快乐，啊了就会变作王一娇生日快乐，就像你我就是一个生日快乐乞丐，是不是嘿啊？真正是足欢喜的呢，即大家嘛唔免准备啥啦，大家就是讲王一娇生日快乐，就像你就是我的虚荣心好吧？大家请把我的虚荣心满足我的虚荣，虚荣怎么样？虚荣哦，虚荣心，好无？你啷甲我满足一个？家己咯，嘿啊，阮就唔是啦，阮是全部人诶啦，全部诶人，阮全部诶，而且，即马阁会加一个年年呢，就是年年头一摆，就是甲阮做伙庆生。所以愈来愈侪人的声音，就会做伙讲王宇佳生日快乐。OK， MM， 搁六个月，米索要入去较真啦，是较真吧？无讲唔对吧？唔是较真吼，是较真吼。哦，王宇佳生日快乐！我真正是唔知影，欸，就是我原本想讲我要 cover 一首歌，唔过我发现我的生日要到安尼。哪会遐尔紧啊？要说，哪会遐尔紧？最近实在是有淡薄仔无闲安尼啦，真正是最近就是哦做工课啊，就是足无闲的安尼，啊，搁要考期中，就是考期中就要一直读册，就是嘛是足无闲的安尼啦。我怎，我自创是无完成啊！我，毋过我本来哦，我有讲过，毋过我后来就讲，我是要 cover 啊，所以就是我原本就无要自创曲啊，大家，就是我生日迄日，这是无可能的代志。我生日迄一天，若是抛出我的自创曲，我就嘛袂发生一件代志，好无？第两课课课啥物？毋过我是。就是拢是报告呢，有啦，有考一个啦，毋过足侪报告的，我拄仔才咧完成一个报告尔。嘿啊，而且明仔载暗时8点，应该是暗时8点吧，大家搁会当听我甲柏林甲麻油去做伙录一个幸福电台。幸福电台，欸，幸福电台实在是足好耍的，我感觉大家一定爱听。阮就是，我家己感觉袂歹，就是录起来真顺利。大家嘛讲袂歹好笑，安尼应该啦，我毋知。而且是，就是小凡姐、若雨姐，
伊就搞问问题，所以我感觉袂歹。嘿，听了会足幸福个，无毋着。嘿，即边有当足侪电台个。毋过我阁有去落迄个娱乐百分百，娱乐百分百实在是足好耍个啦！大家，我感觉大家一定爱。哎，若是，毋过我毋知啥物时阵会播出来。若是大家有兴趣的话，请一定爱收看《娱乐百分百》。啥物长的？啥物意思？啥物意思？昨下嘛是电台是无？就是昨下大家看袂着声音。而且我就是因为阮拢当着有一个环节是讲，看大家有啥物问题，就是讲啊，大家有啥物问题，咱来回答。啊，所以我就讲，哎，我会看大家有啥物问题啊，网络无顺，无画面卡卡，哪会拢卡卡？哦，会感觉就是大家就是敢若一个问题尔，无啥物其他诶问题啊。好，即嘛，阮嘛无法度解决，就是安尼。大家敢有啥物问题？哦，卡卡无画面，好，感谢。足好笑的啊！我感觉足荒唐的。感谢老师的续费，感谢你。实在是真的是足客，足啥物啊？足可惜的，笑到变鬼。嘿，阁有新南大主厨，阁足黑啊，因为伊阁爱剪辑，啊阁爱上字幕。王若凯。袂吧，即摆拢较顺啊，就是宿舍换网络了后有较顺吧。真正足好笑，大家实在是哦，足可惜个啦。无吧，我最近拢较顺啊，最近拢顺利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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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所以嘞，就是明仔载幸福电台，大家请爱收听，因为就是嘛是袂歹笑，我家己感觉啦。啊，鱼排嘛是袂歹笑，嘛是家己感觉啦。安尼啦。啊，无啊，阮就是穿迄个啊，就是穿私服尔。而且就是，昨个啥物啊？会议室足寒，我嘛毋知是咧寒啥物。反正就是，阮两个人入去就讲，哇哦，这是真个吗？敢真正是安尼爱遐尼寒是无？而且阮两个人拢是，就是足热天个感觉。阮两个穿啊足亲像热天个人。啊，入去一个就是足冷的一个所在，毋知要创啥，所以我就是扎一个我的外套入去。毋是啊，就是足寒的啊，毋知是咧寒啥物。毋过因为阮两个人足嗨的，所以就还好，就后来就较热。而且恁无听到，就是阮工作人员姐姐的笑声，实在是足可惜，因为实在是太好笑啊！为虾米我爱惯习？我无爱惯习啊！为虾米爱惯习这种代志？我哪有住伫内底，无一件代志好无？无即个代志啦，大家是毋是？看即个发型，看甲足惯习啊！是毋是感觉我本来就生甲安尼？今仔日敢有新的粉丝啊？我看起来是无啦，应该是无啦。就是刘雨晴吧，刘雨晴，刘雨晴是我新的粉丝。我反正爱确定呢，爱确定，我明年就安尼哦，我明年就甲安尼哦。安怎拢好看？感谢，
你心内，哇，你心内来啊，足感动的呢，足感动的呢。小英，小英是。安那，你敢有感觉？你是不是我的粉丝？不是来这看我的直播的人，拢是我的粉丝吗？是安那吧？小林，应该你伫，对我安尼，一开一开，一开一开的。哦，来，这是我真的头毛呢，这是我原本头毛就生做安尼，搁叫我，哎呀，我袂安那摇，我袂当摇脚后壁，这就是我原本的头毛，我袂当摇脚后壁，就是我的头毛就是生只，真正是。真正是，我头毛哪会是假的？遐尔啊啥物？遐尔啊油的头毛，哪会是假的？假的，你才假的，你全家拢假的。感谢插片带星辰，这啥物意思？来加就是加码本，啥物意思？加码本，加。哦，鸡肉饭，哇，鸡肉饭！啊，我的头毛毋是本来就是蓬蓬的嘛，因为我头毛就出济啊。啊，但是刚才其实我毋是一个会当加短的人，因为其实我头毛梳济，所以若是无遐重，就是我头毛若是较长的话，就会较重嘛。啊，若是较短就会较轻，所以若是轻轻的话，我的头毛就会蓬蓬，就是安尼，我就会变蓬气，好无？就是安尼，感谢阿公的红玫瑰。哦，好爽哦，来安尼。感谢阿公的红玫瑰，甲熊熊的，四叶草，就是安尼。听讲，我今仔日有一个小单元，就是要来介绍。怀念的台语老歌，大家当啥物啊？当作 podcast 来听，一首歌，一个故事。袂使，袂使笑，大家把，你会当把你的目睭，就是闭闭的，就是咧，你会当莫看，就是敢若听就好啊。一首歌，一个故事，毋是因为有歌。嘛毋是，歌有故事，是因为有人生。歌如人生，人生如歌，唱出心酸佮无奈，一首感动内心的歌。今仔日为大家介绍一首有缘无缘飘浪人生，比悲伤佮较悲伤的故事。咱来先来听这首歌，好，我要来找这首歌，等下哦，在倒位啊 ？Oh my god！ 这个 iPad， 我袂晓用 iPad 的个 ，YouTube，YouTube，YouTube。YouTube，YouTube，yo， 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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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哇，真正是一首足好听的歌曲，好，感谢大家收听。无听袂过。来去夏威夷。
对，这是无买，所以阮即摆爱关掉啊。头毛嘛，短短、短短、短短的头毛。我即摆讲短短、短短的头毛。红军，感情用只狗，伊讲的啦。古珠宝几耍？流氓，心内人用伊放袂记。今日白药啊，请大家拍手机电话。哇哦啊！啥物？那有遐尼好看的代志？这是一首真好听的歌曲。今仔咱来请阮阿姊用二胡，来啦，继续歌曲，请。他Q你了，可是你可以用二胡。赞啊！哎，你也跳？你也跳？就是后壁我无精力了，因为就是拢全部拢是我整个头毛安尼。哎，我头前就好啊啦，真正是哎呦，讨厌啦！真正是歹势啦，歹势歹势啦！哎呦，我即摆袂当画过去，我安尼，哎呦，哎呀，这是我的造型诶。是头顶来做回，来了，我是无缘，大家来做回，小酒灵一杯，好大啦，好大啦，无缘无缘，大家来做回，小酒灵一杯，好大啦。好啦，哦哟，阿、啊、妹，阿、啊、你找好阿妹，阿、啊、你找好阿妹，你找好阿妹啊！好啦啦，好啦啦。冰车拍婆啊！喂，阿车、啊、姐姐今麦来独奏，感谢姐姐。啊，你哪会找遐久啊？迄歌曲拢已经结束啊，你还袂找好？紧嘞，紧嘞，紧嘞！我的头要怎划过去？真来袂摇啊！
好，安尼你豆豆吹吼，就是咧，这首歌咧是按一十六，一十六年前到即马，搁咧流行的一句话是啥物话咧？就是有缘无缘，大家来做伙，烧酒饮一杯，好得啦，好得啦，啊你吹好啊，好，才开始你的表演。这句话咧变作真侪台湾人会博感情的一句话，诶，是安尼吗？哦，博感情一定会唱的歌。好，才开始你的表演。流浪到淡水，这首歌咧是陈明章老师作词作曲。啊，演唱的人诶，就是目睭看袂到的歌手，就是金门王甲李冰辉。你就放心的拉出来吧。怎么好像怪怪的？你就放心的把二胡拉出来吧，这样，没办法。姐姐，请加油哦！给你表演哦，我给你表演机会哦。请开始，你的表演。不是我在做工课啦。无，我就是要给你做工课。无，就是给你，我给你一个机会呢。是你上班，我已经下班啦。我给你一个机会来表演，你敢知？我咧下班。啊，你找好啊袂？袂啦，咱奇怪的，你哪会拢无奇怪的？你的拢无奇怪的，我的拼哪无炸出来了？好，咱要来继续了吗？就是嘞，这首歌《流浪到淡水》，一开始嘞，敢若是一首得得几句。会比如会讲个歌，好啊！1995年的时阵呢，就是台湾的比如的市场开放啊吼，啊日本的比如的品牌哦，就特别邀请吴念真台语啥，吴念真吼，去做迄个广告的代言人，代言人哦，好，啊，即个大导演侯孝贤吼，到，啊，侯孝贤，好，来为着即个广告来拍吼，拍片啦，啊，即个啥物啊？啊，姐姐咧拉，大家敢有听到？啊，因着实在哦，啥物啊？就是大导演，伊着实在金门王甲李冰辉了后，伊着看到因两个人，就是伊个命运，就是就较无好诶命运啦，啊啥物走唱诶人生吼，所以伊就足感动诶，因为就伊就听了因诶故事，就感觉哇实在是足感动，所以伊敢若开30分钟，就甲迄个短短诶广告歌变作一首完整诶《流浪到淡水》，啊迄个歌词一个啥物啊？拍哦，拍到风琴，拿到吉他，双人牵做伙，为着生活流浪到淡水，就是迄个歌词吼，就是咧讲金门王甲李冰辉两个人，就是咧金门王诶，伊就是总是甲迄个吉他，就是拍伫咧伊个肩胛头，啊，伊个正手咧，就是甲啥物啊？伊个正手就是甲迄个李冰辉打
囥囥囥的，还砍掉嘞，砍掉嘞，安尼，啊两个人吼，就是，一个人走伫头前，啊，毋是走啊，一个人行伫咧头前，啊，一个人行伫咧后壁，就是足有互相的照顾的，照顾的精神，安尼，就是互人看到就是哦，非常的感动，安尼，大家有听到？足细声，因为伊就是足细声的啊，因为咧。家里隔壁有人，就是咱袂当去插着别人，安尼咁好，所以咧，咱就是细细声，安尼就好，大家是有听到就好。嘿，恁两个人手牵手的故事，无毋对，就是安尼。毋过咧，其实这条歌咧，就是当初咧找啥物啊唱片公司的时阵。就是迄个过程啊，毋是足顺利嘞。为虾米呢？因为大家吼拢无看好即两个，就是目睭看无的人。就是大家感觉哇，这应该袂有市场吧？敢若有虾米啊？滚石旗下的魔岩唱片，伊就听到迄个袋子了，伊就决定爱，就是斗三工，甲伊录音啊。甲伊斗三工啊！我不说好，我不说话，我不说话就听得到，那我就不说话喽。你还在练哦？该练习不？哇！那你要认真是不？好，安尼好你练习。啊！1997年的时阵嘞，就是金门甲李冰辉的头一张专辑。就是流浪到淡水就是发生啊，安尼。不过咧，无想到的代志发生了，就是大受欢迎啊！哇哦，就是短短一个月，伊就卖出30万张，哇！咱真正是爱好好学习，好无？咱即摆啥物？咱即摆是啥物？几万啊？八万？阮即摆是，我嘛毋知。8万。无啦，8万啦，是吧？差不多啦。是，伊就是一个月就30万张啊！啊，到年底时阵已经60万啦呢，实在是足济，就是，不管是啥物时阵，大家拢会当听到足济人咧唱。哦，好赞啊，好赞啊！安尼就是，嘿，就直接爆红，当然好。咱爱好好学习，好无？就是咱嘛爱短短一个月就卖出30万张，希望阮嘛会使安尼。咱若是会使安尼，就是台湾市场的刺激。欸，啥物啊？台湾市场的复苏。哎，我感觉因为。即摆大家就是网络咧听就好啊，大家嘛毋免买啊。就是若是阮无，甲握手会安尼拔掉的，会有诶嘛袂。就是大家，就网络咧听就好啊，是毋是？所以咧，即摆诶时代，唉，已经是无共款啊。即摆时代已经无共款啊。就是安尼，好，就是呢，哦，真，迄个时阵，就是，真，就是因已经买50岁吗？买50岁啊，就是伊就是爆红嘛，所以咧，伊就入围上赞的演出，就是金曲奖要安怎讲？金曲奖。金曲奖的上赞的演出的组合，啊，陈明章嘛入围上赞的作词人，啊，上赞的唱片制作人嘛得到上赞的作曲人，实在是足厉害。这首歌呢，就是敢若这条歌尔。就遐尼啊侪，
种，剩一两个，嘿啊，就是时代已经无共款。毋过就是你若是干呐想要听歌的话，收藏安尼尔，应该嘛是就是一张安尼尔吧。所以你就会当想讲，因为啥物啊？1997年的时阵，就是因卖出30万张。啊，迄个时阵嘛无握手会嘛，嘛无啥物啊，就是无啥物见面会嘛无迄个物件吧。所以咧，大家若是就是想要听，所以才买的话，就是有30万的人拢咧听呢。啊，到年底的时阵就是有60万的人，因为想要听，所以就是因为无握手会，所以。基本上买的人就是有咧听的人，就是一张相片，就是一个人吧，差不多是安尼。好，伊有握手会吗？伊敢有？伊无吧？金去龙，哦，金去奖，金去龙。哦，庆功版哦，庆功版。你敢有人气好？安听起袂歹啊，会使啦，请表演。听起来袂歹啊。啊，这陈明章老师吼，伊就是实在是足厉害的。因为迄个时阵就是金门王甲李炳辉两个人拢是目睭看袂着嘛，啊，生活嘛无讲过了足好诶。不过，迄个陈明章老师，伊敢就是啥物啊？就是即摆讲的伯乐吧，我感觉应该是安尼。伯乐，就是因就互因，就是一束，毋是一束啊，一回啊，马上，互伊马上就变做大家拢知影的歌手。所以咧，咱来即摆咧，咱就来了解金门王甲李炳辉。一个还袂出名真正的故事，感谢 Lori Kiss 啾啾，你想要我即马安尼啾吗？就是咧，因为我即马啊，我甲即马的歌就是叫一个名吧。啊，我要叫做啥物？大家感觉？大家看到我这个造型，感觉我的名应该爱叫做啥物？啊 ，Lori 小小应该就想要看我。即马 kiss 啾啾吧，感觉是安尼啦。不过就是因为安尼，所以我今日大放送，好吧，好无？阿祖啊，我叫阿祖啊吗？阿祖啊，阿祖啊，干哪？袂歹听呢，我改这名。阿嘉，阿嘉，干哪清楚猜阿嘉呢？是不是撞名啊？春娇，那是春娇吗？春娇啊，春娇跟他们袂歹啊。你感觉阿祖较好，还是春娇较好？还是阿花啊？米珠，米珠袂歹，米珠就是真正会出现的名的款。阿祖姨，三只皮皮的拍婆啊。这叫啥？这个叫啥？阿珠、咪珠，什么宋钟？宋钟？哦，宋珠啊！宋珠？宋钟？那条街遐尔歹听，啊！你爱就叫哦，宋珠啊！哎呀，早一点说嘛，宋祖是无？我是听到宋钟是啥物？那遐尼歹听，为啥物？哎，你叫啥物名？宋钟，哈？哈？你听有是歹势啦，我是听无歹势。宋祖阿姨，宋祖袂歹啊，那就叫宋祖吧。大家好，那是你的宋祖姨啦。寿珠阿姨，哼，啊，寿珠阿姨甲大家讲，
出来咧，即摆爱就是爱带大家来看吼，就是金门王甲李炳辉伫个阿袂出名进前个故事。毋过伫即个进前咧，咱来先来看卖阮阿姊，就是阮个阿姊个二胡，敢有认识好啊？袂歹啊，咱予伊表演机会，伊才予镜头。什么意思？结束的意思啊。再来一摆哦，再来一摆哦。声音点较大声，较活的啦。卖呐。较活的啦，你无要活，我镜头伫遮。好啊，来看。好啊，来啊。表示大家都看袂着我。可以那破音，好，暂时。要遐紧就结束，要遐尼紧就结束吧，毋是啊一句话尔。有遐尼紧就结束吗？有些代志，是安尼嘛好啊。感谢你啊。哦，爱来提条。提条。这么刺激！会了啊，大家，我妹妹，我这阿妹阿妹，无阮他们乖乖的，哦，来遐大声。结束啊，是无？哪会阁结束啊？哪会阁结束啊？会遐个紧？还去给扫一下去哦！你看你要记得好，咱感谢姐姐表演，感谢你的演出，相信咧大家拢听了真欢喜的吼。啊，不要紧，好，感谢 Y C 甲阿光甲勇哥甲 Penny 甲 Reverie Purple 啊，感谢，感谢大家的活动啦。无吗？欸，大家讲听了无欢喜呢。我无欢喜。哇，恁哪会当安尼讲？恁应该袂当安尼讲吧？为什么姐姐拢把伊耳朵摕出来啊？恁阁无欢喜？我拢把录音夹拔起来。嘿啊，我把录音夹拔起来，恁阁无？伊实在是足歹伺候的呢。我拢去插着邻居啊，恁阁无？嘿啊，我去插着邻居，大家阁无欢喜。你可能是要安怎？因安尼，阮就歹做人诶。唉，算了，不要紧，不要紧，无啦，无代志啊，这个无代志啦，真正无代志。那行行。我没办法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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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哪里？马叫声，哎，给我下面啊，给我下面青蛙，哎，啊青蛙。你的友情赞助。噔噔噔噔噔噔，阿咪刚靠来着，应该是有吧？阿咪今天的直播应该是就内容的吧？青蛙遐，安怎模仿青蛙爱问米索啦？就是我嘛唔知啊，青蛙平常是安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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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咁现在 YC 甲勇哥诶，甲阿光诶，甲阿奇阿克斯努比诶，甲导游诶，甲阿六诶，甲阿吉来拍婆啊！咁想，吓、啊，有看到上好内容吧？大家，咁想，好侪红玫瑰，好啦。就是大家可能会知影，就是金门王甲李炳辉是，是就是目睭看袂着。毋过大家敢知影为啥物伊个目睭看袂着啊？咱先来讲金门王，就是金门王个，伊就是住伫个金门啦。啊，大家就是知影迄个时阵，就是金门就会足侪庆祭，是安尼吗？而且足侪炮弹个啊，足侪庆祭安尼。啊，就是，迄时阵就是大家拢无食，所以有时阵会捡迄个庆祭去换钱，安尼，就是你着捡即个庆祭，伊你着会当摕着钱啥物个。啊，有一工嘞，就是金门王吼，伊着甲同学就是伫个放学个路边、路中、路途，伊着捡着一个庆祭，啊，伊着摕起，毋是庆祭啦，炮弹，系炮弹，炮弹，伊着摕着。捡到一个炮弹，毋过咧，伊无想到个代志咧，就是啥物啊？伊无想到就是迄个炮弹是还袂
不知泡怎，所以伊就捡起来了后，就是伊耍的时阵，伊的炮弹就爆炸，伊炮弹就爆炸，啊伊的什么左手倒手，伊的倒手啊，就是伊的时阵就是马上就火就流出来，啊伊的目睭嘛受伤，就就严重的受伤，啊就。马上就啥物啊，飞轮机，就是送来台北来甲伊医好，嘛无医好好，就是命就是救转来啊，毋过目睭就看袂着啊。啊，毋过因厝内状况嘛无好，所以伊就搁转来台北，就是四界咧打工啊，安尼。台北因为较少就看袂着个，足恐怖个。啊，十二岁个时阵，就是啥物啊？哦，就是个，伊妈妈就是因为啥物？就是因为伊要送迄个李炳辉去学校读册，所以伊就伊妈妈就是四界趁钱嘛，伊就去洗衫啊啥物，就是进前个时阵拢是洗衫安尼去趁钱，啊，毋过咧，就是伊种辛苦咧趁个钱，就是伫个转来路中个时阵去互歹徒抢匪，歹人去互歹人抢劫，就是伊个钱就全部拢无啊，所以咧，伊妈妈就是想袂开，伊就结束家己个性命安尼。就是足可怜呢，啊，就是伊妈妈过身了后，我头前有讲，伊妈妈就是家食安尼嘛，家食安怎讲？家嫁，啊，就是伊妈妈过身了后，伊个继父啊，就是嘛无愿意出钱互伊继续读册，所以咧，就是迄个时阵，李炳辉敢若十二岁安尼尔，伊就家己出去。就是四界去讨钱，安尼，讨钱，讨钱，去讨钱，伊就四界去讨钱，安尼。啊，就是有时阵伊去较乡下个所在嘛，啊，乡下个所在伊就无可能会摕钱互，摕砖卡所在，伊就无可能互伊钱，所以伊就互伊米。就是互伊米安尼，啊，伊若是摕着米的话，伊就会摕米去换钱，安尼就是安尼，行过来的，就是安尼。啊，即、這个时间来吼，李炳辉就家己学，伊就家己学习，啊，伊就会晓啥物啊，口琴。考琴，安尼，伊会晓考琴啊。啊，大舅，大舅的囝伫个路中认出，就是真捌出伊，所以咧，伊大舅就安排伊去上，迄个时阵甲啥物啊，金门王。毋是，啊袂，就是伊去学校读册，啊，伊伫学校学习迄个弹。钢琴，伊就去学习弹钢琴。啊，伊毕业了后就去，就是学 massage， 伊去学 massage。啊，伊是就是伫个迄个时阵，伊就熟悉迄个金门王。嘿，啊，金门王伊足贤个呢，我看吼，伊是伫个伊个倒手个手腕顶悬，就是套一个铁箍仔。
套一个贴口啊，伫伊个手，因为伊个手毋是断去啊嘛，断去，伊个手断去啊，所以伊就伫伊个倒手个手腕顶悬，就是套一个贴口啊，爱用迄个突出个铁片、铁片，就当来当做迄个剥削个手指，就是安尼，就是家己摸就学会晓记他，实在是。厉害，嘿，厉害哩，我唔对。啊，毋就是因为因两个人就识识嘛，啊，两个人就拢足喜欢音乐的，所以咧，就是一个人就拉小风琴，啊，一个人弹吉他，就两个人就开始用纳克西的方式，伫咧足侪所在走唱走唱，安尼，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啊。这两个人就是手足久的，就是手差不多二十冬，就是去足侪所在的，足侪。听讲咧，我爸爸咧，伊嘛有伫咧台中看到因两个人唱歌，所以我爸的印象足深的，嘛足感动的安尼。啊，伊的时阵就是因两个人就足有特色，因为。就是两个人拢是目睭看袂着个呐，所以就是因伫咧淡水个时阵就开始有名声，安尼啊，有一天咧，就是命运个一天，就是因接受人客点歌，啊，就有人客点《妈妈，请你爱保重》，啊，两个人就收着家己个经验，就开始。唱嘛，啊唱起来就是真情流露，就是足感动安尼。啊，现场拄好有一个摄影师叫做潘晓霞，啊，伊听了嘛感觉足感动。啊，伊了解因两个背景了后，就把伊个故事变作一篇啥物专题报道，专题报道安尼，啊，把伊推荐予音乐的。这做人，但明君老师，所以呢，这就变作因两个人命运改变的所在。无后一首歌嘞，歹势嘞，就是嘞，我感觉嘞，这首歌嘞，遐尼啊有名嘞，除了两个人，除了这首歌本来就好。啊，佫有两个人有足辛苦的人生，所以咧，应该伊个背景唱作就啥物啊，豁达的态度，豁达啦，安尼，大声唱出心中的郁卒佮苦楚，豁达啦。毋过咧，两个人后来佫有。阁有啥物？阁有来去夏威夷甲 Formosa 2000，是安尼念嘛 ？Formosa 2000。毋过因为就是了后，着唱片的公司，唱片的市场就开始无啊嘛，就亲像即马唱片的市场就无啊，所以两个人就是转去因早唱的生活。啊，2002的5月4日，林文王就是去电台节目的路面顶悬，毋是路面顶悬，路中，伊就雄昏倒啊，安尼，昏去，伊就雄昏去啊，送去病院。嘛无法度，所以就是伫个过长工，伊就过身啊，安尼，就是咧，就是，所以李炳就即摆就是剩李炳辉一个人嘛，所以咧，伊即摆毋知呢，伊即摆敢好，毋过就是李炳辉甲金门王两个人的身影，即摆咧也是。深深刻伫咧大家的心内当中。
啊，这首歌嘛是，就是做给淡水做足好的宣传啦。就是足侪人因为一条歌，拢知影淡水这个所在。啊，搁有一件代志，就是啥物代志嘞？咱搁有捷运直达嘞，嘛有翕过淡水，嘛有去翕过淡水哦，大家敢有看过？你若是还袂看的话，你起码会去看。咱淡水呢是甲啥物人啊？等下哦，小晴，嘿，小晴卢卡，安尼，就淡水，欸，淡水敢若几个人？五个人哦。淡水是毋是五个人啊？我感觉淡哦，面面跟品涵安尼，面面跟品涵，淡水有面面、品涵，啊，跟有咱晴、刘毅安尼，就是阮购物捷运直达淡水站，请大家。爱去看，拜托，拜托，我嘛有翕过淡水，请大家会当去看哦。所以呢，就是金龙甲李冰冰，伊两个人，可能是比咱大家想的佫过了佫较艰苦。不过，因虽然目睭看无，因嘛是活出一个足认真的。人生的态度，所以咧，这就甲大家讲，不管是拄着啥物困难的环境，拢爱用乐观的态度来面对，好无？希望大家勇往直前。我们来点一首歌《勇往直前》啊，莫惊艰苦，幸福的人生一定是咱的安尼。最后温馨提醒：喝酒不开车。饮酒过度有害身体健康。啊，最后诶，今仔大家讲一件代志，就是我伫高埔诶阿秋花，伫咧卖安尼啦，所以咧大家若是有兴趣诶话，就是会当来找我来阿秋。希望咱会当活出一个乐观诶人生，安尼好无？最后嘞，咱再来放这条歌，《流浪到淡水》。不不不不不不。哎，咱来变作广告。喂，流浪到淡水伫倒位啊？伫遮，伫遮。孤单北半球。不过我拄仔听着有人讲要听这条。宣传握手会播了，袂歹吧？就是宣传迄个，宣传我的构建指导，袂歹吧？考酒，素主义，大家敢无想要压素素主义？应该是无吧？假如若是要压素主义的话，就大家拢爱讲台语哦。大家若是无讲台语，我是听袂哦。你就改一条歌，放互你听。你的声音实在是，就要安怎讲？浑厚、酒嗓、沧桑，安尼。哎，听无？咱就。就是，就咱就会当，就是，袂，迄叫啥物？鸡，鸡，啊，鸡，我连华语都袂当，毋知安怎讲。鸡哦，鸡同鸭食，鸡鸡。素猪姨，今仔日的素猪姨，嘛感谢大家支持哦。希望大家会喜欢今仔日咱介绍的这条歌《流浪到淡水》，希望大家会感觉这届直播是一个真有内容的直播。
没关系啊，哎、欸，那会当，哎、欸，我即摆会当在，我的头毛伫倒位，啊，我的，哎、欸，在在在在。安尼端午节有层次的感觉，哎，是不是感觉就有层次？水母，哎，是不是有水母的感觉？我会变作蔡雅恩，哎，蔡雅恩的发型也是差不多安尼啊，伊可能无差很多，差就多，差不多吧，我感觉，不是就是安尼吗？差不多吧，差不多啊，系啊，差不多吧。这地界就较小。有我干那一条一个八头毛尔。袂歹吧，水母。有迄感觉吧？就是安尼。哎，有迄感觉呢？哎呀，我看一摆。啊，学长。哎，有迄感觉啦，我感觉有呢，有吧。弄到你啊，差不多是安尼。好啦，我就放起来，我要变作瘦猪一样。Hello， 大家好，大家安安，大家好。你敢唔介意瘦猪一咧？受注意，给大家一个 wink。 大家有喜欢受注意的 wink 吗？给大家看受注意的嘟嘴加 wink。 还在玩，还在这样一次哦，一次哦。咱有够注意，就是这样。你敢有喜欢受注意的嘟嘴加 wink 嘞？应该是足够注意吧。啊，换一边，这边袂使，袂使吧？会使来选合照，合照，你好。安尼敢袂使拍照，会使啦。啊，有人讲就是伊顶摆的诶，啥物啊？作业是要自弹自唱，毋过咧，就是应该会当看出来，就是足可惜的。我目前就是无记下伫咧我的身躯边，所以就是后边咱若是伫宿舍直播的时阵，咱过来完成伊的作业，好无？哦，先拜吗？先拜！Oh my god! Oh my god! 先拜！真正是 Oh my god！ 二虎就先不要，先拜安尼吼。有通告淡水。好啦，咱来先看。受注意要来念排名啊哦，我先看伊第头一名啊，啊，搁是米索可克瑞索，啥物米索可克瑞索？今仔日敢有新的作业想要互我咧？会当豆豆想，咱来先念一个排名啊，
拜名，拜名。先来念一个拜名，好，来。第一名是 Miso Coquette Resort， 感谢 Miso Coquette Resort。第二名是导游 Coquette Resort， 感谢导游 Coquette Resort。第三名是 Pella Coquette Resort， 感谢 Pella Coquette Resort。第四名是阿根 Coquette Resort， 感谢阿根 Coquette Resort。第五名是 Rubber Coquette Resort， 感谢 Rubber Coquette Resort。第六名是 White Coquette Resort， 感谢 White Coquette Resort。第七名是 R6 Coquette Resort， 感谢 R6 Coquette Resort。第八名是 YC Coquette Resort， 感谢 YC Coquette Resort。第九名是 Akira Coquette Resort， 感谢 Akira Coquette Resort。第十名是雨萍 Coquette Resort， 感谢雨萍 Coquette Resort。第十一名是开心 Coquette Resort， 感谢开心 Coquette Resort。第十二名是 CKUMK Coquette Resort， 感谢 CKUMK Coquette Resort。第十三名是 Yao Molly Coquette Resort， 感谢 Yao Molly Coquette Resort。第十四名是富维浅间 Coquette Resort， 感谢富维浅间 Coquette Resort。第十五名是熊熊 Coquette Resort， 感谢熊熊 Coquette Resort。感谢大家今仔日来看数主意的直播，会收注意，即摆是较够水吧？感谢老师的拍破啊，甲导游的拍破啊，甲见过饭啊歇。感谢哦，天哪，勇哥，你的头贴实在是足够水呢！勇哥，你的头贴很够水哦，啊，毋过我收袂着你的红包是安怎？感谢勇哥的红包，欸收袂着，感谢勇哥的足济红包，实在是，你真正是吼，予素水足欢喜的呢，真正是素水上爱看到红包啊，就是红红的足，大家拢欢喜的感觉哟，真正是哇，素水足欢喜的。哇！感谢导游的红包哇！看到红包吼，数字伊就是心内就感觉哦，真正是欢喜啊，欢喜拢袂赴啊啦！感谢大家啊，福气啊，真正是福气，就看到红红的就足欢喜啊，是毋是？感谢勇哥的红包，哎哟，抢袂着啦！感谢勇哥红包，真正哇欢喜哦，欢喜哇，足一包的呢，勇哥你袂歹哦，哇哈，哎哟抢袂了啦，吼、哦、实在是吼、哦，你莫予素水遐尔欢喜好无？哎哟，感谢勇哥，吓啊你阿舅还是敢有要去哈？哇哈！感谢勇哥的足济红包，实在是足欢喜啦！吓、啊，我的血压，我要悬起来哦！我要悬迄个压，啊，我着要去救护车，啊，着里长，啊，蒙阿婆，啊，埋葬啊！哇哈！感谢撇的红包，实在是足欢喜的呢！哎哟，抽袂着啦！好啦，阿咪手敢有买交作业啊？哈，你敢有买交作业？爸爸爸，哎耶耶！感谢。目镜爱来，嘿啊！你目镜爱来吧？这是我要即摆买啥物情绪勒索、情绪勒索。这是我头一摆选牌握手会，我感觉，感觉勇哥应该爱来啊吧？是毋是？拢偌久无来啊？即摆应该爱来啊吧？真正是，这些豆豆的心思草，感谢你的四叶草，感谢豆豆的一张被。我素水的都已经在卷我的头毛啊，是毋是足够水的？哦，真正是，你咧把你的目镜戴伫你的头，嘛是会使啊。
无啦，伊本应该到啦，拢偌久啊，是毋是？好啦，啥物啊？哦，你的歌就是因为你讲你爱自弹自唱，歌就是我即马就是无吉他，所以咧，你顶摆的作业就是咱就是后边阮去宿舍的时阵，咱搁来做好无？安尼敢好？哈，乖啦，乖孙。哎、欸，阿伟告孙，阿姨拢叫啥物？阿姨拢叫啥物啊？哦，帅哥，帅哥，安尼会使吧？帅哥，帅哥，啊，帅哥，你今仔日敢有咧交其他作业？哈，帅哥，伊啊，就是后边我去宿舍的时阵吼，啊，宿舍才有记得嘛，啊，记得才会当自弹自唱无？即摆。如果即摆是要安怎自弹自唱，是毋是袂使嘛？是毋是帅哥？哎呀，就是咧，帅哥美女的，给着体谅一下吧，好无？哎，安尼，哎呦，无，安尼袂歹看，是毋是？安尼俏丽短发，糖仔头是安尼啊，糖仔头袂使吧？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挂在天上放光明，要多许多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安尼敢袂使？还不错，是毋是？这个角度，这是受注意上好看的角度。你少主伊上介少年的时阵，就差不多生在安尼，差不多啦。袂歹啊，袂歹啊，歪头惨笑。你这叫啥物？国中生自拍。今日做也要听姐姐二胡。你爱加油，你爱加油呢！你会当去上班啊？你爱加油诶！来哦，姐姐，现在开始你的表演，我真期待。你会当搁摕出来？已经收起啊，大家，伊要收起啊。这边感觉较好。我知影大家上喜欢看数字仪了吧？不要紧啦，大家莫避暑啊吼！我知影，大家拢想去看。数字仪就是爱灰灰啊，安尼，啊，搁爱戴这耳环吼。啊，搁戴袂？啊，会使。袂歹吧？啊，这啥？识别证，会使啦。你看嘞，哎，挂袂起。潮吗？潮吧。
知道你最喜欢看，就是这个。嗯，敢不够准？啊，姐姐，你敢要拉二胡啊？哈？你叫？不是你要游吗？什么我要游？我无要游啊！游啊！你讲你要游的，因为。不过，伊讲伊想要看姐姐游啊。伊无想要听我。你无想要听我游？你为什么无想要听我游？这是我的直播，你敢袂尊重我？你这是袂玩。你敢袂咧尊重？是不是无？冷静，冷静，安尼拢莫看，拢莫听。不要听，不要紧，好，大家都安尼，不要紧。阿姨，大家看，这妖怪手表是不是够水？好个，一胖喵，伊这伫个钢结框框内底啊，是不是一胖喵是足够水安尼？拜拜吧，一胖喵的时尚。而且这耳环，伊个是伸缩耳环哦。伊个安尼，呜，遐尔长，还佫变短短安尼，啊，顶挂，安尼是毋是才够水呢？姐，哎，真着安尼啊？起床啊！啊你，啊我的作业是安怎？哈，当项链，再会啦！哎、欸，你还看我的假发无？我的假发是哪去？再会啦，亲爱的无缘的人。哎、欸，不过我现在才乱的呢。哎呦，受注意，现在才乱的，咋的哟？哎呀，哎呀，真暖的了！哎呀，啊啊啊！太暖了 ！Oh my god！ Oh my god！ 我怎么这暖的？哦、oh ！好啦，就袂歹啦，嘛是水水安尼啦。还是试试啦，好，安尼，伊又说呸，还是试试啦。好，拜拜。啊，佮弟姐嘛是水水的啦。哦吼，是毋是嘛是水水的呢？有诶，那有游泳诶，我游泳诶吧。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那无彩个，噔噔噔噔。不过，姐姐无想要游的意思，所以咧，今日要来下班了，无啦。互你游啊！我游会使无？我游会使吧？你会使吧？我游嘛会使啊！
在那边等着。是注意他喜欢你。在右下，在右下啦。有啥物歌？人生的歌。我进入了，大家，我已经会使啊吧。为什么啊？为什么啊？还好我把夹板拿掉了，大家。大家叫做大家安安，大家好，感谢有空 Skype 泡泡啊，感谢水泡泡啊，阿公泡泡啊，嘿啊，他们钓都钓还好啊，哎，假发已经无去啊，大黄蜂，歹势袂使，我无迄个啥物程度，我无迄个程度，歹势。搁有啥物歌？人生的歌。主播您好，想听一秒一秒约好。没有没有这首没有谱哎，大家抱歉，一秒没有约好谱是什么？你倒是跟我说说。咪瑞咪发烧是吗？应该不是。我们把二胡交给姐姐来啦。你是二位二，嗯，我们交给姐姐，姐姐比较厉害。姐姐会收二胡。姐姐很会收二胡，姐姐要把二胡收走了，大家。姐姐说不定会拉，没有，她要把二胡收起来了。她说我很会收二胡，我要把二胡收了，人家是拍死喽，大哥。你叫老帅 ，Papo 啊，优质二胡才。刚才玻璃今天姐姐要收，她真的要收了，大家要小心了，她收了，她收起来了，她收起来，她放进袋子里了，她放进盒子里了，她把盒子关起来了，她关起来了，她把拉链拉起来了，她在拉拉链了，拉链。怎么是怎么了，大家怎么了？让我感到很害怕。那怎么了？我要去会议室了吗？再跟大家分享我的耳环好了，是不是很时尚？还有一个耳环，我现在耳环很多，我现在很喜欢，好吗？跟大家分享我的时尚耳环，希望各位成员们可以跟上我时尚的潮流。希望我明天去练习的时候，可以看到大家跟上我的潮流，好吗？天哪，现在平衡的看好你哦，我也看好你哦，可以看好你哦，谢谢一笑笑的红玫瑰，感谢。太可对，我要关播了，大家，爱乖乖掉啊，好不好，大家去看李佳丽。我要进会议室了吗？先不要。少主已经走了啦，不好意思，少主已经不复存在了，大家。
他已经埋葬坟墓，好吗？救护里长、救护车、高血压，那受助已经溃疡已经飙起来啊！已经去叫去救护车，蒙阿波安尼埋葬已经无去啊，歹势，就是安尼。希望明仔载我会当看到品涵跟上我时尚的脚步。明天看见品涵，他说：“一加，你看我的新耳环。”一加，我的新耳环好看吗？很好看呢、欸。好像。有哎、欸、有哎、欸，再次。一加，我的新耳环好看吗？希望明仔载就会当看到品涵的对阿公，好不？那么开心的眼睛也长皱。对，平安就会见识到，天哪，王家美白相机真的很厉害耶！王家美白手机怎么可以把王家照那么白，真的是蛮厉害的。希望成员们都可以尽快跟上我的脚步，跟着我一起学习时下最流行穿搭。搭捷运就这样啊，比卡是不是就方便？你看，平常人要怎样？把悠游卡从包包拿出来，交花你几秒钟的时间，交花你三秒钟的时间呢？三秒钟可以做什么事情？三秒钟你可以把一秒一秒的前奏听三秒，哎，是不是？你现在哎一秒钟，你只要头这样靠近，比卡，请进站好不好？你就直接进站了。多省事！你一秒秒约好的前奏连听都不用听，你就已经进站了。凡事急迫喵喵，让急迫喵与你长存。三秒听我本对，三秒听我本子说，就是安尼。所以呢，咱即马来教大家 say goodbye 啊。希望大家今天是看素主义有快乐欢喜，好不好？初次收听呀，请勿移开票卡，请相信来历不明的储值消息与广告。就是安尼，啊，咱后边直播的啥物时阵？哦，好，我知影，你敢知？大家唔知？咱后边直播时间呢是后礼拜个月。六点，到啥物时阵嘞？九点半。为啥物遐尔久？为啥物？因为我无时间会当播，所以咱就直接播三个半小时。就是安尼，希望大家会当准备你的暗顿，甲我做伙食暗顿，好无？六点到九点半，三点，我来共享。好，没事，大家下周五，拜个，拜个，六点开始到九点半，无简单呐、啊。三点半钟，无唔对。希望大家会当准备咧，我就是播一个，大家会当，哪食暗顿，哪看我直播的时间，好无？希望大家会当做回来。公司聚餐，你就哎、欸，你就甲我迄个直播播伫迄个公司聚餐大屏幕，我们就鸡汤我就咱鸡汤，咱明仔载哎，咱后礼拜五就准备一个鸡汤，我就哪食哪回答大家的鸡汤，跟他袂歹好无？就是安尼，他是加油，谢谢大家，好感人，你的讯息好感人，都要哭了。好，就是安尼，大家再会，拜拜。老沙给爸爸拜拜，西红给爸爸拜拜，凯欣给爸爸拜拜，米索给爸爸拜拜，飞镖给爸爸拜拜 ，Rever 给爸爸拜拜 ，Pat 给爸爸拜拜。三小时鸡汤无，我着食鸡汤，若是无人投稿，我着伫遐食鸡汤安尼尔。夜空之盖就翻拜拜，阿公给爸爸拜拜，夜空之盖给爸爸拜拜，子明给爸爸拜拜，老志宏给爸爸拜拜，凯欣给爸爸拜拜，威斯给爸爸拜拜，勇哥给爸爸拜拜，飞镖给爸爸拜拜，毛巾哥给爸爸拜拜。
他们给爸爸拜拜，雨萍给爸爸拜拜 ，CQMK 给爸爸拜拜，陈家教给爸爸拜拜，世宏给爸爸拜拜，郑宇给爸爸拜拜，阿光给爸爸拜拜，一手给爸爸拜拜，亚欧莫里给爸爸拜拜 ，KX 给爸爸拜拜 ，Kunsky 给爸爸拜拜。好啦，那最朴素跟大家说拜拜。噔噔，大家，好没有特色哦。哦，对不起哦，你会派出诗雅跟大家说晚安，大家晚安，谢谢一笑笑的枫叶，一笑笑给爸爸拜拜，大家拜拜咯，吴世山。